关键是关凌，你认识他们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我们是因为北京电视台的一个叫《跨界喜剧王》这样一个节目而结识的。最早是那个节目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对。但是我就会发现啊，这俩竟然没把你猜出来。哎，这充分说明他俩平时不怎么接触女的。真是，我没敢想能来。对。那就没什么女人缘。我有这个文字为证啊，跟导演聊天的时候，我唯一写一个女性就是关凌姐。对。但是哎呦，我就糊涂了，我怎么就钻到岳波哥那圈里头去了？不是你肯定想关凌姐那么忙，也不一定能来。你们前两天还发微信呢，我觉得她还应该忙那些。只能说明在你心里就没有关凌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是挑拨。你看你讲人关凌，一说你们都就激动就懵了，你们俩是什么态度啊？我不是，我跟你讲，离他们远点。这是一个挑事儿的节目吗？这是挑事儿，太挑事儿节目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觉着其实你们仨要站一块儿吧，挺有缘分的，特别的合适。对，这也，但是你俩像演夫妻的，哎，真就那么回事。你像演小辈儿的，小辈儿的。关凌，你认识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俩那时候发展的怎么样呀？当时，哎，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是这个冉冉升起的新星，正在染的过程。对，哎，现在已经升上去了。没，现在也没升。但是就是跟他俩一块儿，就是在这个排练的时候啊，还有这个吃盒饭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比较投缘，就聊得来。因为那个小品大家演过都知道，那都不是说一蹴而就的，都得是老见面老聊，抖包袱，怎么想，大家一块磨合。而且他俩聪明，他俩的活不各着人。不是，他俩就特别沉稳。我觉得就是踏踏实实，我们那个小品是讲了一个故事，而不是说，因为他俩是参赛，我是助演，而不是说急功近利，说哎呦我得出头，我得让大家怎么着笑。而我们那个是踏踏实实把那故事给讲完整了。而且我呢从小就演喜剧，对，我呢其实就是哎就是这个爱情问答这个小品，结果那个小品在结束的时候我哭了呀，叽里哗啦的，那个我们家俩都哭了。陈奕迅那个歌《稳稳的幸福》，啪一起音乐，我在台上哇哭。我从艺这么多年，我都没在台上这么哭过。不光是从艺这么多年，跟姐我过这么多年也没因为他哭过。这个小品是我从15岁到文工团演小品一直到现在。将近20年吧，我认为这是我演的最好的一个小品。哎呀，赶紧给我放一小段，快点啊！哎，来了！哎呀，你说这么大个电视台也没有停车位，你说三四年，就你这车，你觉得你需要停车位吗？你随便找个地儿塞一下不就行了？是，怪我了，今天我就不该开车来。你这车用“开”字恐怕不太合适吧？我觉得可以用旗，啊，也可以用灯。啊，是没见过，这个就是那底特别感人，底特别感人。我说你这人，咱们已经分居3个多月了，你怎么一点改变都没有啊？嗨，那我还改变什么呀？我你也不要再说了，我也不想再跟你吵了。咱俩今天最后一次合作，好好的，咱去电视台把这个夫妻答题的这个节目咱们给他弄好，哎，咱争取把那个大奖给得回来。哎。反正结婚的时候你也没送我什么东西，这就算你送我的离婚贺礼吧。离婚还贺什么礼呀？你还有什么可贫的呀？咱现在已经迟到了，你还不快点走？不是，那你要着急你就坐我这车，我这车快，我走着都比你快。哎，我说，哎，媳妇儿，先生，我想问一下啊，7年的过程中你是怎样保鲜你们的爱情呢？就是送花，很浪漫，啊，是送花，这包儿挺好。你都送玫瑰花，他送西兰花。西兰花怎么了？西兰花多实惠呀，蒜蓉炒西兰花好吃着呢。是，你要蒜蓉炒玫瑰，主持人那玩意儿好吃吗？请听下一题。老婆平时最不喜欢的人是谁？请回答。李素琴，这是最好的包袱。两位非常的默契啊。不过我想问一问，李素琴是谁呀？我妈。
这小品是不是也祝你们当时拿到了好成绩啊？忘了，那时候好像他没有什么第一第二的。对，他主要是跨界的演员。对，明白明白。关凌其实这么多年跟他们俩日常生活中联系也挺多的。对，后来我们又在丝路春晚上又做了一个小春晚。你们又演了一个小品，哎，那个我觉得也很好，也挺好的。就是大家通过这个认识以后，觉得三个人这个合作作为一个组合呀，那很搭，然后呢也很有默契。于是啊，这个我就专门找了一朋友开的一饭店，对，进行彩排。对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得聊啊，这聊剧本啊，改剧本啊，进步啊。彩排啥了？您净安排饭了。哎，对，说到点上了。在那儿，我呢，因为呢，就是觉得跟他俩合作愉快，我比较大手笔啊。到那儿先，专业厨子先来点菜，哎，厨师我们点菜，点菜完以后，刚没聊两句，咵就送上来一波，对，哎，零食吃一波，对，刚没聊两句，咵。餐又来一波，哎，于是呢，我们就是吃去了嘛，对，聊得很开心呢，对，我们就是在吃得很开心，特别愉快的。结果来了吗？本子明天再说，明天还得来呢。明天就吃特别好，致使后来我们老有一个什么包袱呢？就不管他俩去哪儿，再去电视台呀，哎，再来，你看谁来了？那吃的那盒饭一打开，永远都觉得没关凌姐那吃的好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